我曾经见过革命、屠杀、贫穷和富有，但今天我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事物。只要用心观察，总是会有更疯狂的事物等着我们发掘。我们一起来观察好吗？很好，用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不太有效率，但是你就是马破。对，那可能是钥匙。如果那是你们需要的东西，你们觉得我会说出来吗？他感觉不到痛苦，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完美机器。这个家伙一定会跟这东西很来电。上的地方还有更多好玩的事，这是对而言。我觉得有时自己做事是最简单的，你能体会什么？命运这个荷官还有更多牌要发给你们，是吧？觉得有时自己做事是最简单的，你能体会什么？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不太有效率。你是个好家伙，你就是你。给你们。
介绍更多有趣的朋友。谁还敢取笑我的名字？你们应该拿走他的钥匙卡。瞧这帽子和风衣，你们会死得很有型，对吧？丹尼尔，非常感谢你，你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。我觉得有时自己做事是最简单的，你们能体会吗？是吗？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是太可笑了，交给我。就是不到痛苦，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完美机器。我没子弹了，正在瞄准。伎俩不错，但不会让你们安全多少。你们还有这么多人活着，这儿的活死人有更多食物可吃呢。早料到你们回来，特地让他们饿着呢。太棒了，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，超乎我的想象。这位是某个死人，我觉得有时自己做事是最简单的，你们能体会吗？什么？玩的武器正好适合野蛮游戏，扔入急救箱能让你的痛痛飞走。帮我跟死神说声你好啊。你们只有这点能耐吗？太感谢你了，搭档谢了，太
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。谁还敢取笑我的名字？你踏进我的游戏，然后被慢慢吞噬了。这么慢，菲斯克博士的病毒显然对你们没有效。你们知道我还有其他设想。任务的完美进行。这个方法结束你们的生命实在是太有效了。真不走运啊，朋友。文明呼唤着要取你们的命，你们却不从，为什么？你们活着要做什么？